我只看到一只过啊，我看到两只啊。我觉得水里面应该蛮难找的。哎、欸，多遮水套、啊。现在看到什么都想水它，是不是？它跟大角鹿也差太多吧？啊，大角鹿从上面看小小只啊。啊，没有，我就看到长长的，有四只脚，然后又不像恐龙那么大只。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征？就是水獭、啊。哎、欸，过来拿水獭啊，拿水獭啊。那小好吃的是水獭吗？这水獭吗？哦，是螃蟆。它太圆了。啊，远看都很小只啊。阿瑞是不是很难过？因为我们找水獭全部都死光了，还这游戏地就只会抓四只水獭，然后水獭死光就没了。可能。嗯，这边我已经在陆地上找水獭了。